胖胖虎，贝贝灯。Hello， 鲨鱼宝宝，嗨，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要做些什么有趣的活动呢？哇，你们看，有一个藏宝箱，好想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呀？让我们打开看看吧。哇哦，有好多五颜六色的蛋。这些蛋会是谁的呢？让我们先看看这颗蛋。哇哦，好像是恐龙的蛋，头顶带有一把黄色梳子，跟鸡长得好像啊。啊哈，是四鸡龙。哇，你跑得真快。四鸡龙，嘟噜噜嘟噜，四鸡龙，嘟噜噜嘟噜，四鸡龙，嘟噜噜嘟噜，四鸡龙。哇哦，四鸡龙鲨鱼得到第一名，我就知道你可以的，恭喜你，四鸡龙鲨鱼。这些一定都是恐龙蛋。接下来我们该看看哪个蛋呢？哇哦，它有三个强壮且锋利的角。朋友们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恐龙吗？答对了，是强大有力的三角龙。三角龙，嘟噜噜嘟噜，三角龙，嘟噜噜嘟噜，三角龙，嘟噜噜嘟噜，三角龙。鲨鱼宝宝变成三角龙后，开始吃草了，因为三角龙是草食动物。好吃吗？接下来我们该变身成什么恐龙呢？什么恐龙的头骨又厚又硬？答对了，是铁头的肿头龙。肿头龙，嘟噜噜嘟噜，肿头龙，嘟噜噜嘟噜，肿头龙，嘟噜噜嘟噜，肿头龙。头骨好坚硬啊，真是太神奇了。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恐龙蛋了，会不会是一只可怕的恐龙呢？我好害怕。Roar, roar！ 是恐龙之王暴龙，大家快跑啊！暴龙，嘟噜噜嘟噜，暴龙，嘟噜噜嘟噜，暴龙，嘟噜噜嘟噜，暴龙。暴龙鲨鱼正在追赶小鱼们。四鸡龙，嘟噜噜嘟噜，三角龙，嘟噜噜嘟噜，肿头龙，嘟噜噜嘟噜，暴龙。鲨鱼宝宝变身成恐龙很有趣，对吧？有没有很开心啊？下次变身成更有趣的东西吧，拜拜。Pink Phone Plus， 一起享用各种游戏活动吧！立即免费体验喽！